佢真係幫到我哋。即係我諗一個正常人，如果你唔係話真心去幫一個人，如果你話當係一件好普通嘅一事去做嘅時候，亦都唔會話你睇下喺香港，但係你會飛去第二度。我有肯定講佢啊，即係從來冇話要求我哋去做一啲嘢，係反而幫翻佢自己。我哋選議員都係希望佢能夠協助到我哋啫嘛。佢都唔計較乜嘢，佢好忙咁樣走到一身大汗，走嚟就駁扶佢上輪椅啊，完全冇話望回報啲乜嘢咁咯，即係佢自己做得嚟嘅嘢，佢就盡力為市民咁樣去做咯。咁正直嘅議員，你都唔支持佢咁樣，即係好似我哋嘅過失咯，我哋市民嘅過失。其實咁多年以嚟，我都係本著一個信念，為咗香港做該做的，加油啦！同埋我相信佢一定得嘅。